炒或者用做拉嘅芝士，得鳩料啦，得鳩料啦，誒，開咗嗌啦，咁會炒得正嘅嘛？唔係，誒，唔係，佢個湯都捧到大喎，誒，嗰啲唔得啊，或者捧到大，鳩料，誒。这个大概这个样。如果说是整体不准调这里，个别不准调这个。你定好，早晨定好这个碗，一切平衡。到时候你走偏了，都怎么弄啊？到时候你打差几块，一定要根据这个碗那个中间的距离。你打这个白线啊？你想靓呢？不靓，不简单。